你看这个，哎，这小布老虎，哎，哎呦，这太可爱了，咱俩得自拍一张，关键得打卡，虎虎生威。你给我脑袋拍大了，眼拍太大了，这美颜了，没事儿啊。哎，这这么大呀，这布老虎，哎，这太精致了。杨叔，我跟你说，咱不能小瞧这个布艺老虎啊，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，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。哎呀，你懂我也懂，这老虎啊，你看有这样的词，虎头虎脑，这个虎虎生威，代表人的健康。这布艺老虎呢，既可以做小孩的玩具，也可以做家里的摆设，还可以做馈赠亲友的礼品。哎呀，我们俩说了这么多，大姨，你看我们俩对于布老虎的喜爱已经溢于言表了。你说大过节的，要不然送点什么见面礼哈？杨叔，主要是送给我之类的。啊，你俩得先答题，啊，看你俩就知书达理啊。你俩说出与虎有关系的诗词，我就送给你们。那这我张嘴就来，这我强项。首先跟您说一下，《诗经》里边啊，称作勇武之臣叫皎皎虎臣。尚书里边说武王有虎奔三百啊，您看看，嗯，啊，那我也来一个，啊，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，啊，我以为你要说八扇屏呢，没有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我再想想，还有一个，南山北山树明明，猛虎白日绕林行，这总行了吧，大爷？说得漂亮，合格合格，嗯，这老虎送给你们啊，送给你们，也送给辽视春晚，祝辽视春晚。收视长虹，好，来喽，暴走啦，那我来个小的，这真挺好的这个啊。春晚倒计时，欢乐加相连。哎呀，走。大家伙都知道你戏演得特别好，实际上不知道我们潘老师属于运动天赋也特别强。那是，给大伙展示一下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道具都给你准备好了，来来来来来。哎，啥玩意儿啊？运动天赋啊！你听说您的腰椎特别棒？谁说的？你听谁说的？这他们都这么说，他们都这么说。不是，你先找找对人了，是不是？其实我呼啦从来没转过一圈过，从来没转过一圈过。呼啦一下，哎。呼啦一下，哎！我试一下，来，你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你们难道你不知道我呼啦圈晃得好吗？来来，一拜开斩。哎，我增加点难度了。你来，我一起来吧，来仨，来仨，来，这再拿一个，一二，有四个。哎呀，我再加俩，我这我再给你添俩行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来，各位掌声鼓励一下。脚脖子转呼啦圈的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这玩意儿难度就越多越不好转。对，我找一个比您强的，好不好？还有比我强的，来来来，先可以用膝盖，膝盖。哦，哇哇！哎，我觉得拍羊转挺好。可以用脚来转。我腿短够不着啊，这有点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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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够不着啊！是的，这他妈够不着，还想把那假腿拿出来了。哎呀，假腿，假腿！虎年大吉。